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日前，民进党方面指责国民党2020参选人韩国瑜曾经购买豪宅，不算是他自己所说的庶民。韩国瑜回应这是恶意造谣，并且说庶民的重点在于体察民心。民进党民意代表林俊宪指责韩国瑜曾经高价购买豪宅又卖出，还向业主施压，韩国瑜办公室这样回应：就我的了解呢，因为这个房子当初并没有过户，所以也没有启动所谓贷款程序。韩国瑜当时失业11年呢，也没有任何的权利可以向台北施压，所以林俊宪这完全是恶意的造谣抹黑啦。韩国瑜倾听之旅来到新竹县和青年座谈，强调要给青年人更多发展机会。不过现场就有青年尖锐提问：竞选是选贤与能，为什么韩国瑜要把庶民当作竞选口号？老师都是叫我们要选贤与能的，不是选庶民，也不是选律师，也不是选法律人。韩国瑜回应庶民口号的重点是把选择交给人民，还连带回应民进党关于他有豪宅不是庶民的指责。不是说选庶民，或者我们买的房子多少钱就不是庶民，不是这个意思，是心。因为我长期失业，我从年轻开始就半工半读读书，然后又长期失业，我从云端掉入过土地上，再从土地又爬到云端，我这样穿梭好几次，不敢说脸上贴金比人家优秀，不能这样说，人民决定选贤与能。距离2020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正式登记还剩下大约一周的时间，国民党阵营之内找谁来担任韩国瑜的副手仍然没有明朗。日前，朱立伦被问到是否担任副手的时候，表示自己的角色就是办好助选员。朱立伦为国民党民意代表辅选造势，不过在造势现场，人们更关注的话题则是他是否会担任韩国瑜副手。目前韩国瑜民调处于劣势，有分析认为如果朱立伦担任副手将可能有助于民调抬升。我相信韩市长已经有很好的一个选择，下个礼拜或者是18号登记以前啊，韩市长就会宣布，那我们不要造成他的困扰。那我的角色呢，就是办好助选员的角色。据台媒报道，民进党方面蔡英文赖清德搭档参选的态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但国民党方面仍然没有明确意向。2020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还剩九周，蓝绿双方加紧攻防力度。有媒体把今年的选战称为是扣分战，说这是一场看谁更被民众讨厌的比赛。我们来看驻台记者为您分析的2020台湾选战乱局。大家可能还记得，在2018年的九合一选举中呢，讨厌民进党曾经号称是全台湾第一大党，这也被认为是国民党制胜的关键。而再往前看，2014年的九合一选举以及2016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当时呢讨厌国民党的氛围则是占了主流，那么这也导致了民进党的胜利。回到2020选战，除了蓝绿对决之外呢，还有第三势力的搅局和抢攻，这又会对民众的喜好产生哪些影响呢？近期台湾 TVBS 民调显示，蔡英文的喜好度约有40%，但不喜好度达到42%；韩国瑜的喜好度约为30%，但不喜好度达到54%。在执政党和最大在野党同时被讨厌的情况下，第三势力变得更加有空间。所以今年会有因为你所谓的讨厌政党的这个因素呢，就很难。会过半，而且呢，很重要就是所谓的分裂投票。如果遇到了一个大的事件，或者是这个政党对于特定议题的立场是足以去翻转或是松动它原本带给人们的印象的话，那这个时候呢，民众对于这个政党的想法或是态度呢，就有可能受到影响。为什么会出现比赛谁更被民众讨厌的情况呢？有台媒就分析说，2020蓝绿正在大打一场扣分战，相对于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张，那么他们更愿意不断地去攻击对手的错误而造成舆论回响，目的就是要把对手扣到零分，从而激发起民众讨厌某个政党的情绪。为什么要来补助大型的农机具呢？因为大型的农机具是要帮所有的农民去做收割、插秧、翻田等等这些工作。那现在好像是吃了类固醇一样，就是不断地在撒钱，那这些钱从哪里来？希望下一代的台湾孩子能够中英文俱佳。候选人不应该把母语跟外语对立起来。互相攻击的扣分战真能提升支持度吗？
有分析说，台湾的民众似乎都能从满天飞的黑料中找到讨厌民进党与讨厌国民党的原因，却找不到将票投给民进党或投给国民党的理由。如果民众只能在两个烂苹果中选出一个，那谁还会去了解到底哪位候选人能带领台湾争取更好的前途呢？打扣分战比赛谁更被民众讨厌，这固然是一种选举的操作，但是这对台湾社会的发展和民众的福祉来说又有多大的意义呢？这些年台湾的社会一直在原地踏步，那么各界也要反思，不能说谁抹黑的功力厉害就把票投给谁。台湾民众也应该反过来要求政治人物来打一场加分战，而不是含泪含恨投票。要看谁能够提出明确而具体的政策主张，在社会进行讨论，并且形成一定程度的共识，只有这样台湾才能够走向更加美好的明天。以上是央视记者发自台北的报道。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简讯。6号，第15届海峡两岸林业博览会在福建省三明市开幕，吸引了两岸近500家企业、2800多人参加。本届林博会以建设南方森林食品基地、发展全域森林康养产业为主题，着力打造中国绿都最养三明森林康养品牌，并以此为契机推动台湾企业在三明市的投资与合作。林博会主会场展示展销三明特色森林食品、海峡两岸特色小吃，并举办森林康养论坛，邀请海峡两岸森林康养专家进行主旨演讲。根据主办方介绍，本次林博会共有40多家台商参展，活动共计签约106项，吸引投资约255亿元。展会期间还将举办4场专场采购对接会、森林食品电子商务大会、茶文化展示等活动。7号，由全国台联主办的瞭望海峡70年全国台联两岸媒体分享会在北京举行。分享会上，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以及台湾中央社、联合报、TVBS 电视台、东森电视台等20家两岸媒体的相关负责人、记者共同回顾70年来两岸关系从紧张对峙走向开放融合的突破性进展，分享彼此从业经历中最感动、最难忘的故事，来欢度属于自己的记者节。与会嘉宾表示，相信未来两岸媒体人仍将会继续保持定力、投入热诚、承担责任、铭记使命，不断推出有情感温度、历史厚度、时代气度的报道，为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自蔡英文宣布竞选连任以来，台湾重回亚洲四小龙之首屡屡成为宣传用语。台行政部门日前公布经济数据称，台湾第3季度生产总值增速继续维持在亚洲四小龙之冠。这样的所谓政绩，台湾民众和舆论如何评判？选战倒数2个月，蔡英文还有什么招数可出？请关注本期热点透视。自吹自擂，蔡英文逃至四小龙第一幻觉。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自蔡英文宣布竞选连任以来，香港、韩国和新加坡似乎就成了他打经济牌的参照物。台湾重回亚洲四小龙之首屡屡成为宣传用语。台湾行政部门日前公布的经济数据称，台湾第3季度的生产总值增幅预计为2.91%，创下2018年第3季度以来的最大增速，继续维持在亚洲四小龙之冠。不过对于这样的政绩，台湾民众和舆论相当无感。经济数据的背后是否真实？选战倒数2个月，蔡英文还有什么样的招数可出？就这样的话题，请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副教授于强先生，欢迎二位。李红好，于教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李红好，邱教授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看到台湾当局对外公布了第3季度的生产总值，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做一下具体的了解。日前，台湾行政部门公布数据称，第3季度生产总值增幅估计为2.91%，创下2018年第3季度以来最大增速，继续维持在亚洲四小龙之冠。蔡英文随即在社交网站发文声称，正是靠他3年多努力改变经济结构，让产业转型，台湾才成为四小龙第一。不过，对于这样的所谓政绩，台湾民众和舆论相当无感。有岛内网民嘲讽说，这是今年最好笑的笑话。经济成长四小龙之首，平均薪资却是四小龙之末，这样说得通吗？国民党对此炮轰，无论蔡英文当局如何美化数据，3年多断交7国，推出的新南向政策一败涂地，更不用说两岸关系冰冻紧张，种种错误政策让人民过得很辛苦。民进党说20年来台湾经济是最好的，
台湾又成为亚洲四小龙中的老大，没人相信。亚洲四小龙之首这样的一个字眼已经是曾几何时了，现在蔡英文当局呢又把这个招牌搬出来，是想用这个来提升民众对他的信心吗？那么公布的第三季度的生产总值这样一个数据是否准确呢？台湾民众是否能够感受到经济的增速？蔡英文面对选举大概有三张牌可以打，第一张牌就统独牌，制造一些反中仇中的民粹；第二个牌呢，就是用蔡英文掌握的公权力来进行所谓的打击弊案，用打击弊案来打击韩国瑜的形象；第三个牌就是夸耀吹嘘自己的在经济上面的一个成就，那么叫做经济牌。就这三张牌来说，打经济牌对蔡英文来讲可以说是最心虚的、最没有说服力的，也是最处于劣势的。为什么？因为蔡英文执政三年多以来，台湾确确实实落入了经济的困境，各项的经济指标的表现都不好，而台湾的人民也普遍认为他们在过的苦日子，所以蔡英文打经济牌说实话是没有说服性的。但是蔡英文仍然利用台湾刚刚公布的第三季的经济成长率的 2.91%， 2.91% 的成长率来大吹特吹，甚至吹嘘台湾重回了亚洲四小龙之首，希望用这个来迷惑、来催眠台湾的民众，来夸耀自己的政绩。但是台湾的人民以及舆论普遍是不认同蔡英文的吹嘘的，没有人挑出某一年的哪一个季度它的经济成长率来大吹特吹的。刚刚我们看到于强教授呢在举手示意，那么对于蔡英文当局对经济数据的美化，我们再听听于强教授有什么不一样的观点。我想哈，这个蔡英文现在整个经济数据对于蔡英文来说呢，叫做这个数据随心为我用，政绩只靠一张嘴。蔡英文其实在美化数据上这种事情啊，其实也不是做了一次两次了。如果我们有印象的话，2018年的时候，蔡英文说台湾的经济处在过去20年来最好的时间。嗯，最后你看台湾网友怎么说？台湾网友说我和他好像生活不是在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好像有两个台湾，一个蔡英文的台湾，一个普通台湾民众的台湾。就像邱教授刚才所说到的，就是普通民众的所得依然是觉得很困难，可是好像蔡英文吹牛好像从来连个草稿都不打。那么蔡英文他之所以喊这样的一个口号，他也需要自信啊。从他上台以来，他到底推行了哪些经济政策？那么这些经济政策到底有没有实效？蔡英文上台以来的经济政策哈，我们大概分三大块来讲。第一块是关于农渔产品。那之前因为两岸之间的这个农业的贸易非常的活络，那后来蔡英文不是说他要搞新南向吗？说要把台湾的水果卖到东南亚去吗？三年多了，成功了吗？台湾的气候是热带和亚热带的气候，所以它的水果也是热带亚热带的水果。东南亚人家也是热带啊，你为什么把台湾的热带的水果去卖到东南亚呢？我退一万步讲，就算台湾水果的品质和东南亚一样好的话，你卖到东南亚去你还要加运费呢。所以台湾的水果卖到东南亚去这个事情根本是不可能的，想一想就知道。但是蔡英文非要给你推，那推了三年什么结果？我们看到台湾要么香蕉滞销，凤梨滞销，一个又一个都在滞销嘛。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部分，我们知道今天台湾的经济遇到的困难叫五缺，缺水、缺地、缺工、缺电、缺人才。这里面缺工和缺人才是人的问题。蔡英文修改劳工政策的结果怎样？台湾的整个的劳工问题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突出了。那么对于蔡英文的经济政策，台湾民众到底有没有感受得到？徐教授可能在岛内有特别实际的观察，从您个人的感受来看，您有感吗？当然没有感，台湾的人民也没有感，甚至来台湾的人民非常的反感。怎么说呢？其实最关键的也就是蔡英文把两岸搞成了僵局，陆客只剩下了，现在只剩下了两成，马英九时期的两成，陆客少了，台湾整个内需的活力动力就没有了。再加上台湾在消费市场里面很重要的主力是军工教，而蔡英文改革了年金以后，军工教的退休金大量的被裁减，所以军工教的消费力大幅度的萎缩，陆客少了，军工教的购买力也减少了，当然台湾的内需市场就萎缩了吧，百业当然萧条吧，当然年轻人的薪资就涨不起来嘛。好，再者刚才于翔教授也特别提到了蔡英文的核电
政策、蔡文的非核家园、蔡文的电力政策，使台湾的企业感觉到有缺电的危机啊。台湾民众非常反感，那么到底反感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他们的表现形式都是什么样的？于翔教授，您了解吗？我想说一个补一个数据啊，就是刚才邱教授谈到的关于这个用电的问题。我们说台湾的经济好坏，衡量一个经济好坏，我们要看企业用电的数量。因为如果企业好，用电的多，经济自然也好。台湾三季度，我们就说三季度，台湾三季度的用电量相对于去年同期，实际上是下降了0.7%的。如果台湾经济的好，企业用电量应该增加的，怎么还会下降0.7%呢？那么如果用电量没上来，它的生产总值是怎么上来的呢？不晓得。比如说我们看到十月份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对于全世界主要经济体，它有一个经济增长的预测，台湾被调低了0.5%，他认为今年台湾只有2%的增长，相对于春季调低了0.5%。然后另外呢，其实我觉得现在啊，很多蔡英文当局的统计数据啊，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数据到底是怎么来的。为拉开选情，蔡英文和前行政机构负责人赖清德日前在民进党初选后首度公开同台，被认为是蔡赖配已呼之欲出。经过民进党内初选的厮杀，蔡英文为何还能和赖清德搭档？蔡赖配能挽救蔡英文的选情吗？请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我们看到现在大家非常关注的就是蔡英文的副手到底是谁，那么赖清德表现得非常的引人注目，很多人都认为说肯定是蔡赖配了。那么蔡赖配之后，两个人的搭档有可能提升蔡英文在经济上提振乏力，让民众无感甚至反感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吗？赖清德如果跟蔡英文搭配，对于蔡英文的选情当然是加分，因为两个人在初选的时候闹得非常的不愉快，甚至有人认为造成了民进党实质的分裂，所以赖清德跟蔡英文一配，那就代表民进党整合成功了，民进党再没有分裂的危机了，这对于蔡英文当然选情打了强心针。那但是至于说赖清德跟蔡英文配会不会改善台湾的经济，台湾人民是不抱这个期望的。蔡英文也知道，如果这次选举打经济牌，把重点放在经济牌，对蔡英文的选情是不利的，因为蔡英文在经济的表现的成绩确实是很糟糕，所以蔡英文的重点仍然会放在所谓的统独牌，也就是煽动反中仇中的民粹，用所谓的统独牌来拉拢年轻人的选票，来拉拢一些民进党基本盘的选票。那么另外打的就是利用民进党执政的便利，他拥有公权力嘛，他可以调很多的资料嘛，那么针对韩国瑜的一些弱点进行所谓的弊案的打击，那这个对台湾的选举来说也会发生非常重大的冲击。所以基本上蔡英文在未来的选战里面，他对于经济牌他不会大力的去运用，因为经济是他施政的弱点，他仍然会把重点放在统独牌跟打弊牌这两个上面。但是至于赖清德如果愿意担任蔡英文的副手，形成了蔡赖配，对蔡英文的选情来说至少有3%的加分。但是刚刚从邱教授的分析来看，这3%的加分呢似乎并没有表现在经济上，那么经济牌呢一直到现在对于民众来说依然是无效的，民众需要有效的经济牌，需要我看到我的荷包鼓起来。那么蔡英文在接下来拼选举的过程当中，如果不能端出非常有效的经济牛肉的话，民众是不是还是不买账呢？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我们看到蔡英文自从胜了民进党初选之后啊，他现在怎么样给民众的这个荷包开始这个增加呢？他是发补贴，我们还记得吗？一会儿老农发补贴，旅游业发补贴，夜市发补贴，反正就到处给你发补贴，他就是不断的开这个支票。所以其实说白了就是经济，台湾的经济遇到的困难根本没法解决，于是呢蔡英文就拿着台湾当局的钱去到处发补贴。民众不傻，你给我发补贴的钱是哪儿来的钱啊？是我民众自己的钱啊，这么下去的话民党的选情会出问题的。所以我们看到蔡英文也着急，另外是吕秀莲联署没过，那一批深绿的票怎么办？所以蔡英文等于是通过把赖清德拉过来，这个所谓的台独金孙赖清德，去把那一部分深绿的票给他拉到这个蔡英文这边来，这是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蔡英文也没得选择了，18号到22号就要去登记了，
你去登记的时候，你得告诉人家说你的副手是谁啊？嗯，现在副手是谁？蔡英文的副手现在的这个陈建仁说他不干了，那只是在举手。我们要不要再听听戚教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是关于这个，选了赖清德对经济到底有没有效的问题，他选赖清德到底是怎么考虑的？现在大家讨论的比较多的就是蔡英文到底在经济上能干些什么事儿？选了赖清德在经济上能干些什么事儿呢？是不是只帮他能够稳定住深绿的基本盘，其他的忙也帮不上呢？拉赖清德的目的不是为了改善蔡英文的经济的施政。赖清德也是个草包，赖清德根本没有办法帮蔡英文在经济上面有什么样的加分，但是赖清德可以稳住蔡英文独派的基本盘，稳住独派的大本营，对蔡英文来说选情还是有加分的效果。我们看到于前先生似乎有补充，您觉得蔡英文接下来打经济牌会怎么打？台湾的外资进出台湾的市场很活跃，然后蔡英文说外资进出很活跃，问题是为什么？如果是投资台湾，那说明台湾有价值。进来了又走了，说明什么？说明是去了看看，说哎不行，我又走了。结果他告诉我说，台湾这个外资在台湾投资很活跃，活跃这两个字实际上是有玄机的。他只说了进来的那部分，但是出去的那部分他并没有说。是。所以这里面我觉得哈，蔡英文现在其实需要赖清德，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站在蔡英文的角度，没有副手可以选了。就剩个苏贞昌、苏家全和赖清德了。苏家全不能选呐，苏家全最近才跟民进党干上。如果这个时候选苏家全，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告诉所有人说，跟民进党主席卓荣泰对干，蔡英文就喜欢你。那卓荣泰这个党主席怎么干？苏贞昌不能选呐。赖清德跟这个蔡英文的矛盾是什么？是因为今年初选的时候两个人选过一次。苏贞昌跟蔡英文也选过一次啊。而且苏贞昌不仅跟蔡英文选过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初选，还选过民进党党主席啊。所以是不是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评估出，蔡英文选择副手根本就不是为了拼经济，不是，而是为了拼政治、拼选票。但是经济呢，又是蔡英文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之所以把现在这个2.91%的数据拎出来去美化它亚洲所谓四小龙之冠的这样的一个口号，那是不是蔡英文也在为接下来的经济牌在着急？邱教授，您在岛内的观察，您觉得接下来蔡英文会打什么样的经济牌？经济牌基本上仍然是要打的，虽然经济牌是蔡英文的弱点中的弱点，但是经济毕竟是民众感受最深刻的直接感受的部分，所以蔡英文还是必须打经济牌。那在弱势的情况之下，他怎么打经济牌呢？不外是下面的三招。第一招叫做吹牛。什么叫吹牛？也就画大饼，不断的画政策的大饼，而这个政策的大饼给大家了一个天边的彩虹，美丽的愿景。那至于会不会实现，剩两个月就要投票了，大家就在这个美丽的愿景之下望梅止渴，这个时候对选情会有帮助。好，那第二个就是补贴，用台湾现在短促的财政尽量拨款出来补贴，补贴夜市啦，补贴旅游啦，补贴各个产业啦，用这种补贴的方式，那么来刺激台湾的经济，好像在揠苗助长，好像是寅吃卯粮的方式来刺激台湾的经济。这样的刺激的方式会不会对台湾的经济产生负面的效果？蔡英文不管了，反正离投票两个月吧，我先刺激一下，制造一点表面的融景，那么再说吧。那么第三个就是刚才李红说的，挑台湾的统计数据里面不好的不说了，搁在一边，把好的拿出来吹嘘一番，而且夸大一番，像第三季的经济增长率2.91%，就来吹嘘亚洲四小龙之首。那在台湾民众有官大学问大从众的心理，你这个当领导人的人，既然说了这样的话，那应该有点道理吧。所以相信的人也多了，年轻人有人也跟着蔡英文的号角跟在后面走，所以这些所谓的被挑出来的虚假的数据，虽然明眼人看着觉得很好笑，明眼人看着就是骗局一场，但是就一些选民来说，可能受到了短期的催眠、短期的麻醉，仍然对选情是有一些帮助的。所以蔡英文要打经济牌，仍然有下面的三招是可以使用的。
蔡英文接下来呢，经济牌是必须打的，但是蔡英文在经济牌上的表现这么弱，接下来怎么打我们不知道。亚洲四小龙之首对于台湾来说呢，曾经有过这样的辉煌，但那是20年前。20年的时间里，台湾民众的薪资的平均水平始终都没有上涨过，而蔡英文却对外宣称20年来现在台湾的经济是最好的时期。他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呢？他能够拿出让台湾民众幸福的经济牌吗？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嘉宾对以上话题给出的解析，谢谢。谢谢，大家再见。谢谢李红，邱教授再见，观众朋友再见。好，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下期节目我们再见。